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，我们是万金圣母圣殿戒指合唱团的小朋友，感谢天主赐予我们全新的生命及恩宠，美好的早晨一起收听耶稣加油站，让天主的话语浇灌我们，使我们得享平安。现在和大家分享一段圣言，若望福音第十五章十三到十七节，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，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情了。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。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，我都显示给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恋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派你们去结果实，去长存的果实。如果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。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见一些帮助过我们的人，我们也曾帮助别人。感谢天主让我们彼此相遇，并赐你成为我的朋友。爱德的果实是喜乐、平安和怜悯。爱德是善意，是互相关怀，是无私及慷慨。爱德是友谊和共荣。愿今日所有事工的完成是爱，爱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。现在我们用一首圣歌来回应天主。你是我永远的朋友，你
耶稣加油站，为你我加油。